谢石，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回国，跟朋友过来玩一下，怕之后上班没时间了。那一起玩呗，我买了好多东西，大家一起做。行啊。哎，来，咱们一起玩呗。我妈让我请你吃个饭，说上次你把她送到医院，还在我家守护了她一晚。 看阿姨说不用客气，让她多注意身体。刚回国的时候都是她照顾我，现在她生病，照顾她是应该的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要不去，我妈得唠叨死我。哎，他俩一直关系这么亲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。 青梅竹马，这个词儿一听就有点那个气。来，宝宝，来尝尝。来，谢谢。你尝尝。谢谢谢谢。看我烤的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嗯，你研究你狗已经很牛了，嗯，厨艺上面就不用那么着急了。怎么样，徐墨？ 这个味道，稍微有点太咸了。宝宝怎么辱我？哎，你好了好了，你别笑了，别欺负我们家的手艺。不会做饭也是很正常的。就是。好了好了，省一口的不好吃，大家来吃一下，谢石烤的。来尝尝。哎，谢石的厨艺你们还是清楚的。留学的时候。 江州那宿舍全靠江州一个人养活，那时候还有个群呢，叫江师傅厨艺班，群主就是江州，里面都是我们这群不会做饭的，天天的歘歘歘跟着江师傅学呢。真有这回事吗，江师傅？尝尝尝尝。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乔丹也是啊，我们专业的留学生都喜欢去他们宿舍蹭饭吃。 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？提这个干嘛？来，咱们干一个！来来来，干一个！干杯！干杯！没事。你别喝了，谢李良喝多了跟了。没事。我去给你拿毯子。 嗯，我好像记得乔楠的厨艺是谢石教的吧？当时因为这个点，我还磕了好长时间呢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就像小说里面常写的那种青梅竹马、金童玉女。实不相瞒，我也磕过。你们两个喝多了吧？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人家女朋友还在这儿呢。开个玩笑嘛，大家在一块儿就聊聊天、叙叙旧嘛。许慕，你不在意吧？ 没事，你看人徐慕说没事儿。哎，当年我看过谢石的日记本，谢石写自己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，表白被拒绝了。哎，这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吧？哎，我知道。哎，你知道什么知道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。瞎说的吧你？我不信，我骗你干嘛？等一会儿来了，我帮你问问。 谢谢，谢石，你是不是在日记本里写过喜欢了很久的一个人？你表白的时候还失败了？是。你们看看，哦，你知道这个早说呀，我还以为你编的呢。我编的。来来来，咱们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哎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